12月7号，麦当劳秘密地推出了一家名为 Cosmex 的小型概念店。这家新连锁店销售包括调味冰饮和雪泥在内的冷饮。第一家 Cosmex 在芝加哥以西约30英里的伊利诺伊州柏林布鲁克开业。麦当劳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表示，麦当劳的目标是到2024年年底开设约10家试点店。以麦当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系列广告中出现的外星人角色为蓝本，Cosmex 门店还将提供 drive-thru 的取货通道以及无现金支付设备，以提高服务速度。除了饮品外， Cosmex 还将提供一些受欢迎的麦当劳菜单项目，例如麦松饼以及新的三明治和小吃。